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从头动到脚，艾瑞卡尔著，林良译。从头动到脚 ，From Head to Toe， 上译出版社。我是企鹅，我会转头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长颈鹿，我会弯脖子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野牛，我会耸肩膀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猴子，我会摆动胳膊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海豹，我会拍手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大猩猩，我会捶胸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猫，我会把背弓起来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鳄鱼，我会扭屁股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骆驼，我会跪下来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驴子，我会踢后腿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大象，我会跺脚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我，我会动动脚趾头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鹦鹉说：“企鹅 ，penguin， 转头 ，turn head； 长颈鹿 ，giraffe。”弯脖子 ，bend neck。水牛 ，buffalo。耸肩膀 ，shrug shoulders。猴子 ，monkey。挥动胳膊 ，wave arms。海豹 ，seal。拍手 ，clap。Hands， 大猩猩 ，gorilla， 捶胸 ，thump chest， 猫 ，cat，
弓背 arch back 鳄鱼 crocodile 扭屁股 wriggle hips 骆驼 camel 屈膝 bend knee 驴子 donkey 踢腿Kick legs. 大象 Elephant. 跺脚 Stump foot. 鹦鹉 Parrot. 摇动脚趾 Wiggle toe. 我们讲完咯，拜拜。